第二百节诺言。长武离开之后，药铺又恢复了平静，众人无所事事。朱仲君换好了衣裳，再也没有心情练剑了，说要出去走走。我饿了，他想去街头吃点小点心。孙科跟着他，顾景之就道：“我也去吧。啊”“啊给我带碗馄饨回来。”顾晨之在后面说。 好，顾景之答。于是，顾景之和朱仲钧两人就去街尾吃馄饨。街尾有家叫“老张馄饨店”的，小有名气，不少人专程跑过来吃。汤是用香菇和母鸡熬的，面皮鲜嫩滑口，虾仁和青鱼肉做馅，撒了香葱，鲜美异常，比家里自己做的好吃。 顾景之吃了一碗，又叫了一碗，而朱仲君一碗才动了两个，拿着筷子想心事。他五官深邃，沉默的时候眉头紧蹙，就有一种阴冷，虽然俊逸，却也阴冷。在想什么？顾景之问他。在想今天这虾仁有点老，不是活虾。朱仲君回答。 显然不是，可他不愿意说，顾锦之也不好强人所难。他笑着道：“我吃着还好，你没命的吞，根本没细细品尝，当然吃不出来了。”朱仲钧道：“这个时候，伙计端了新添的馄饨上来，顾锦之也懒得和朱仲钧计较，埋头吃了起来。他吃的满头大汗，朱仲钧看不过眼。” 就拿了自己的帕子给他擦汗。四周的食客只有寥寥几人，可顾景之是男装，看到两个男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亲昵，众人都投来异样的目光。朱仲钧心里一阵气，将手帕塞到了顾景之手里。顾景之很想笑，又觉得不太厚道，只得拿了手帕，自己试了试额头的细汗，笑着道了一句。 多谢，朱仲军没有再说什么。吃了馄饨，另外买了一份，叫小伙计送到顾氏山药堂。朱仲军和顾景之沿着街道缓缓往回走。半下午早已散了早市，街上人不多，颇为清静。街道两旁种满了各种高大的树木，有古槐，也有梧桐或者合欢树，枝繁叶茂。 挡住了骄阳，日光在地上投下了斑驳的树影。顾景之和朱重君并肩而行，孙科跟在身后。顾景之，朱重君突然喊他，顾景之就侧脸看他，问他什么事儿。朱重君抿唇想了想，道：“你今年不是要满十四了吗？我想去和太后说。” 今年就和你完婚，顾锦之不由得微愣，问他怎么想起说这个了？”他着实有点不解，急什么呢？皇帝最怕他们着急吧？听说庐阳和南昌的军事尚未解决，皇帝应该不会同意。去说了，反而添怀疑。反正也是早晚的事儿，既然是赐婚的，断乎没有悔婚的道理。 早点大婚和晚点有什么区别？朱正军道：“成了亲，我想找个理由让病好起来，做个正常人。”孙科在后面听着，心里莫名一紧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他知道庐阳王装傻，有的事儿哪怕知道也要装不知道。而现在，庐阳王居然当着他的面点破，这是非常信任自己吧。 孙科心里涌入了热流。做个正常人，顾景之问：“为什么？以前不是答应过他要做个傻子的吗？你那时候不是说要一直做个傻子吗？”顾景之又问：“是因为什么？我哪里让你不高兴了吗？”朱仲钧笑了笑，他没有接顾景之一连串的问题，而是沉默的走着。 想有个家，你有家，有父母亲人，我没有。我想完婚了，你早点替我生个儿子。”朱仲君一本正经的道。孙科心里很尴尬，他觉得这些话他不应该听到的，可陆阳王没让他回避呀、啊，他也不敢擅自走开。估计顾小姐听了会更加尴尬，而顾锦之微微侧脸，并没有半分羞涩。 而是蹙眉不解，问道：“就这样吗？”朱仲君点点头。小谎，顾景知道，你应该有事瞒着我，说呀，到底因为什么？你别瞒着我，说好了要坦诚相待的。朱仲君就深吸了口气：“我怕旁人对你动了心思。”朱仲君道：“孙科，眼角直跳啊，王爷在说谁呀、啊？” 他这是在怀疑顾小姐不忠吗？这样的话怎么能直接说呢？顾小姐只怕要发怒了。孙科就觉得自己应该走开一会儿，远远的跟着，什么也别听到。顾锦之果然停住了脚步，他没有发火，而是静静的想着什么，唇微起，他似乎想辩解点什么，可最终只是道：“那。” 你自己去和太后说，你个傻子哪里懂完婚的话？你就推到我身上，推到顾锦之身上也不太妥当。顾锦之为什么想要完婚呢？想男人了？太后只怕听了会不高兴，怕祖父去了要守孝，想提前嫁人吗？这也太不孝了，太后不可能同意的，心里还会对顾锦之有成见。 说朱仲君想和顾景之同床睡，太后只怕怀疑顾景之引诱朱仲君走歧路。不用，我自有话说。朱仲君道：“您心里有数就好，不能利用我的家人做借口。”顾景之警告朱仲君，你想怎么说，请不要利用我的家人。要是将来我知道了，我不会饶了你的。”他知道朱仲君为达目的有些不择手段。 朱仲军沉默了一会儿，才点点头。知道了。果然，他先前是想要顾家的人做借口的。然后两人继续慢悠悠地走着，不再谈话。孙克听着，便觉得他们俩很奇怪，似乎两人相处没什么目的，却又不那么简单单纯。脸红心跳的话，他们俩说起来跟喝白开水似的，索然无味。 孙科其实才二十四岁，他曾经在西北从军过，晒得黝黑，人又寡言，就显得很成熟，像二十七八的人。他至今没有成家，除了家里的姊妹，也没有和其他女人接触过，所以他听朱仲君说那些话，他觉得尴尬，反而他说不出口。明明是两个情窦初开的孩子，现在情窦初开的孩子。 都这样老练了吗？想起来，庐阳王装傻，而顾小姐知道他装傻，孙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。他心里对这两个人又添了一点新的认识，他也更加肯定自己以后就是庐阳王的心腹了，比宁袭还要亲近的心腹。否则，这样的算计，庐阳王不会当着他的面说。孙科心里又是一阵踏实。逛了一圈。 顾景之和朱重君回了药铺，天色渐晚，他们俩还要回元宝胡同。老爷子就道：“下班吧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咱们也准备吃饭。饭都是华琴做。华琴虽然是小厮，却常替老爷子弄吃的，他最会做饭。在铺子里，他们生活全部靠自己。” 顾景之道士和朱仲军坐了马车，从药铺的后门出来了。坐在车上，朱仲军伸手握住了顾景之的手。做什么？顾景之笑着问他，他却不答，只是轻轻的握住了他的手。片刻，他才道：“顾景之，咱们这辈子一直坦诚相待吧。你别骗我，我也不骗你，就咱们俩。” 你不要对别人动心，我就不会，纯粹干净的，就咱们俩。顾锦之眼睛眨了眨，含笑不说话，行不行？朱重君却认真了，又问了一句：“世事难料啊。”顾锦之笑道：“我不喜欢说这种承诺的东西，没意思。有时候关系破裂也是逼不得已。你这样的人。” 居然会说这些话，朱仲君心里顿感尴尬，他狠狠地甩开了顾景之的手，他有些难堪，一把年纪了还想着儿女情长，偏偏人家不以为意，仿佛需要他放下身段去求他，让朱仲君很难为情。他想起了前世很多事，撇过脸去，一路上他再也没有和顾景之说话。 怎么如此患得患失呢？就是因为顾锦之说他们家出了一位皇后的原因吗？假如顾锦之没和他完婚，万一进宫了，可能做皇后；可一旦和他成了亲，哪怕真的被皇帝要去了，依着本朝的律例，顾锦之也不可能做皇后。那么，朱重君当然不可能让妻子被人抢了，他只是假设而已。 完婚了，他心里的躁动才能静止，要不然他日夜难安。马车到了顾家门口，朱仲军下车，顺势扶了顾景致的手，而后两人又恢复如初，往里走。两人直接去了正院，东四间的炕几上摆了几盒药材，宋盼儿正在挑选，有天麻、黄金、人参等。 都是比较珍贵的。娘，你做什么呢？顾锦之问。南昌王妃呀、啊，说想吃上次木青做的梅花酥饼。听说呀，是汉喜，她有了两个月的身子了。宋盼儿笑道：“幸好家里还有一些晒干的梅花，我让木青做了。明儿一早啊，顺便去瞧瞧王妃。二月中旬的时候。” 南昌王妃还在生病，和南昌王感情疏离。如今才五月，居然已经怀上了。顾锦之不禁笑了笑，虽然不关自己什么事儿，他却感觉很温暖。朱重君却眼睛微亮，南昌王妃有了身孕呐、啊，这不就是个现成的借口吗？听说南昌王又要添孩子了，朱重君也想要一个。 这话告诉太后，在软磨硬泡。只是，到时候皇帝只怕因此而怀疑南昌王在搞什么鬼。